陈伟霆，中国香港演员，凭借《古剑奇谭》中大师兄一角在内地爆火，今年又因为热血街舞团和南方有乔木一展实力，让大家看到了他的努力。刚进军内地的时候，顶着阿莎男友的头衔，引来了不少热度，但同时也惹来了更多的谩骂。好在他一直拼命努力，最终跻身当红一线小生的圈子。据悉，陈伟霆豪宅在香港所居住的楼盘是全球最贵的楼盘，一平米达到20万，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。看来不好好演戏，就要回去继承千万家产了。他也经常在 INS 晒出家人照片，其乐融融的样子羡煞旁人。家里更有超大的游泳池，阳光照在身上，秀出腹肌。眼神迷离的陈伟霆，怎能不叫女粉丝们着迷呢？陈伟霆在娱乐圈里真是相当低调，没看来家里这么有钱啊。